4点52分的时隔落实的一个梦啊。嘴巴去抓仪器，然后我们初中小学有个同学，我们那边就说是叫陆宝的儿子，他就是不干。后来我们劝他，我说你那个不整你，你不管你抓了一个，反正也是你不抓他，这个也会一跑掉，你抓了他。反正让鸭子抓一下，怎么？哎呀，说了老半天，他才愿意。轮到他的时候，愿意用鸭子的嘴巴去抓那个鱼。就梦见，是这个，是好像轮流用鸭子抓鱼啊，抓上来鱼挺大的。哦，那个外星人呢，在告诉我们呢。哎呀，在那地方啊，可以住人工湖啊。住了人工湖以后，可以养鱼养鸭，哎，在那个水里边养鸭。虽然我不太愿意干这个事情，让别人去干。谁愿意干这个事情，就让人家去干。谁愿意住在那边，他们爱干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正都可以利用起来的。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。哎，好，哎，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